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中国北京的导演刘俊峰，我带来的片子是叫《腊月正月》，这是拍的讲述我小时候的记忆的一个故事，是关于我爷爷辈的故事，也是我为我的父老乡亲们的诚信美德树碑立传的一部作品，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。